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罕见卵巢癌女性的治疗新希望，这绝对是一场医学界的革命。卵巢癌，尤其是低级僵液性卵巢癌，长久以来都是难以攻克的难题，传统化疗对其无能为力。然而，最近的临床试验却给这些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最新研究显示，百分之三十一的参与者在使用新型药物 a v i t a m e t i n a b 和 d e f e c t i n i b 的组合后，肿瘤出现了缩小或停止生长的情况。甚至在 c r a s 基因突变的患者中，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四。这一令人振奋的结果，无疑让专家们对未来的治疗方法充满信心。 由苏珊娜·班纳吉教授领导的临床试验不仅显示了药物的疗效，还强调了其副作用明显低于传统疗法，这对正在抗争的女性来说更是好消息。班纳吉教授甚至预言，这种药物组合有望成为低级浆细性卵巢癌患者的新标准治疗。 这项研究在国际妇科癌症学会的会议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一百一十五名患者中的百分之三十一获得疗效，而传统疗法的反应率却不足百分之十。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新的治疗方案将会给这些女性带来希望的曙光。随着临床试验的推进，我们期待着这些新药物能够改变卵巢癌的治疗方式，让更多女性看到治愈的可能。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我是您的主持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项令人振奋的医学突破。这个突破带给无数面临艰难治疗选择的卵巢癌患者以新的希望。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来源于英国《独立报》。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一项关于卵巢癌新药物组合的临床试验结果。这些结果不仅为患者带来了曙光，也为医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卵巢癌，尤其是低级浆液性卵巢癌，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界难以攻克的挑战。这种癌症对现有化疗方法反应不佳，导致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面临癌症扩散的严峻现实。尤其是年轻女性更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据统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患者即使在接受了标准治疗后，癌症仍会复发。这使得寻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了当务之急。 然而，希望正在升起。一项由皇家马斯登 NHS 基金会信托的医学肿瘤学顾问苏珊娜·班纳吉教授领导的临床试验，测试了一种新型药物组合 a v u t a t i n e b 和 Defactinib。这项试验的结果令人惊喜，百分之三十一的参与者在接受这两种药物组合的治疗后，肿瘤出现了缩小或停止生长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拥有 c r a s 基因突变的患者，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四。 这不仅显示了新药物的巨大潜力，也让医学专家们对未来的治疗充满了信心。班纳吉教授在描述这项研究时，特别强调了其重要意义。他指出，这是第二阶段试验中的重要结果，患者的毒性反应明显较低，表明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远低于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对于正在与癌症抗争的女性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他同时表示，这一药物组合有望成为复发性低级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新标准治疗方法。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寻找参与第三阶段试验的患者，希望未来的结果能继续维持甚至超越当前的良好表现。这些药物虽然仍处于研究阶段，但由生物技术公司 Verastem Oncology 开发，其潜力已在医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最近在都柏林举行的国际妇科癌症学会会议上，这项名为 RAMP 二百零一的研究结果引发了热烈讨论。在这项研究中，一百一十五位低级浆液性卵巢癌患者接受了新药物组合的治疗，结果显示其肿瘤缩小或停止生长的比例远高于传统治疗方法，不到百分之十的反应率。这两种药物作用的机制是通过阻断癌细胞生长的信号。 这一机制的创新性在于其对癌症细胞的精准打击，而非对身体进行全面化疗。这样的选择极大地减少了不良反应。在试验中，仅有百分之十的患者因副作用而选择退出，这表明大多数患者能够很好的耐受这些药物，为未来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希望。这一研究的成功不仅为卵巢癌患者带来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也为整个医学界打开了新的视野。 随着临床试验的不断推进，科学家们期待这些新药物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卵巢癌的治疗方式，最终让更多女性看到治愈的曙光。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一突破体现了精准医学的逐步成熟。精准医学的核心在于根据患者的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治疗的有效性，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作用，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a v u t a m e t i n a b 和 d e f a c t i n b 药物组合的有效性，验证了这一理念的可行性，为未来的个性化癌症治疗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进展也提醒我们，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和投资至关重要。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离不开背后巨大的科研投入和无数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医学进步充满期待，而这一切都始于对知识和探索的坚定追求。在本次节目中，我们了解到卵巢癌的最新治疗进展，这不仅给患者带来了希望，也为整个医学界提供了启示。感谢您的收看，请继续关注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医学领域的热点话题。 Avutametanib. Avutametanib is a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 targeting the ROS MAPK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ell division, differentiation, and survival. This pathway is often dysregulated in various types of cancers, making it a significant target for cancer therapeutics. The development of avutametanib is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create targeted cancer therapies that interfere with specific molecules involved in tumor growth and progression. This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which affects both healthy and cancerous cells, leading to more side effects. Historically, the ROS MAPK pathway has been challenging to target effectively. In cancer treatmen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its signaling mechanisms and the high prevalence of mutations within the ROS family of genes, particularly CRAS, NIS, and, and HIS, these mutations are found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ancers, such as pancreatic, colorectal, and lung cancers, making them a high value target for drug development avutametanub has been studied in various phases of clinical trials to evaluate its safety efficacy and pharmacokinetics these studies aim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dosing regimens and to identify biomarkers that predict which patients are most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he treatment Data from these trials are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of avutametanib in providing a new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s driven by ROS MAPK pathway dysregulation. Numerous trials have reported promising results, showing that avutametanib can inhibit tumor growth in preclinical models.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the drug has shown activity in tumors with specific genetic alterations, such as certain BRAF mutations. However, like many targeted therapi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side effects remain challenges that ongoing research seeks to address. In summary, ivutametanab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advancement in precision oncology, offering hope for more effective and less toxic cancer treatments by specifically targeting a pathway critical to cancer cell survival and proliferation. Its continued development and the results from ongoing and future clinical trials will further clarify its role in the oncology therapeutic landscape.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